亲啊，等一下你亲到我们好。就算你有菜花，我也要搞你啊！你嘴巴给我嘟过来。孩子，我长疱疹，我长疱疹呐！妈，我长菜花，谁传染的？我跟别人搞，你还是要嘟我。问你要不要？我问你什么就回答什么，你回答我了吗？我跟有钱的搞，我跟你要赡养费啊。就算你有菜花，我也要搞你啊！你嘴巴给我嘟过来。孩子，我长疱疹，我长疱疹呐！妈，我长菜花，谁传染的？谁搞？跟别人搞，你还是要嘟我。我问你什么？我问你要不要？我问你什么就回答什么。要靠近中哦，黑一点，我脸会很大，太远了不来。OK。有按到吗？有，按到了。来 ，IG 账号底线 Kicking 时常分享自己与老婆的生活趣事。有日发文表示两人旅行时，老婆不满自己的拍照技巧而暴怒的行为。走在那是什么？这个世界不是只有我一个被骂我就放心了。真实情境回放。我骂的小娜有没有拍到？你有没有很好笑？你要穿看，这件你可以穿，就会卡档而已。要烦我。首先，我先跟你男朋友道歉；其次，你跟我道歉。本来觉得这男的很坏，看到后面，我想说你活该。